多謝主席。現時食環署每區大概只有5至10個的衞生督察，巡查食肆又是他們，捉垃圾蟲又是他們，跟進衞生黑點都是他們，接著要處理冷氣機滴水，通常這些都是排在比較後的一些優先次序。所以通常夏天有冷氣機滴水的時候開始投訴，接著食環署就會收到一些投訴，就蹲下蹲下，由夏天就蹲到秋天，接著就說有改善。所以這些改善呢，基本上是天氣轉涼而改善，就不是食環署的跟進而改善。事實上，局長近年呢，大家對於冷氣機滴水又好、潔淨服務又好、蟲鼠服務又好呢，市民都很有意見的。咁啊，事實上呢，食衛局呢嘅工作係非常之繁重嘅。局長會唔會考慮一下，將一部分嘅工作，包括係市政服務呢，下放到去俾即係將啲權力下放去到俾食環署嘅總監或者係區管會嘅主席呢，等佢哋可以以區為本去處理市政嘅服務呢？局長。局長。主席，在呢方面我想有兩個角度去考慮嘅問題。第一，在很多的地區的事務上面，政府的確是開始是有一個 做法，或者你可以說一個先導的做法，考慮有部分的這些區域的工作下放到去區議會的相關的層次去處理。我相信就即如果但要考慮這些時候，就未必只是考慮一個滴水的問題，會是一個整體的考慮。第二個問題呢，就是議員關注到我們的人手問題足不足夠。這個的確都是我都有這樣的關注。現時來說，我們不斷都檢討我們在食環署處理相關的問題。當然不是只是說食水的問題，和其他環境衛生的問題上面，我們的資源是不是足夠，以及是可以怎樣改善。當然在作為負責任的政策局來說，我們在有需要和有可能的情況之下，我們都會盡量爭取資源。不過呢，正如議員亦都指出了，就算我們有資源相對充裕的情況之下，究竟我們的優先次序放在哪裡都是一個問題。我現在呢，正如何議員這樣說，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困擾問題，我都很了解。但是呢，有其他問題，關於譬如食安的那些真的食物安全啊，那些有關的問題呢，我更加擔心。